欢迎大家收看旅游简报。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对在假期事故中丧生的青少年的致敬；瑞安航空被英国法院判决支付二百万英镑的取消航班赔偿款项；盖特兰希望看到法雷尔在二零二五年担任狮子队的工作；加拿大和美国必须在国内推动关键矿产的开采和精炼，以确保清洁能源转型。美国特使表示。 独家消息：挪威邮轮公司修改2024年行程，已跳过以色列电子邮件。请大家收看对在假期事故中丧生的青少年的致敬。BBC 来自苏格兰西邓巴顿郡的18岁少年大卫·亚历山大，在兰萨罗特度假期间发生了一起悲剧事故，不幸身亡。这名少年从 Galian Play Apart Hotel 的阳台上摔下，后来在医院去世。 亚历山大在格拉斯哥市立学院学习 NQ 计算机游戏开发课程。学院和克莱德班克的 Golden Friendships 慈善机构都向他致以悼念。英国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正在为亚历山大的家人提供支持，并与当地当局保持联系。瑞安航空被英国法院判决支付二百万英镑的取消航班赔偿款项。彭博社。 Ryanair 被命令支付超过二百万英镑，约合二百四十万美元，给度假套餐公司，以赔偿 Covid 十九疫情期间的航班取消。判决指出，Ryanair 有责任支付不当得利，并确认在线旅行代理商必须证明他们已经退还了消费者的款项，然后才能从航空公司获得支付。这个案件是 Ryanair 与在线旅行代理商之间更广泛争议的一部分。 旅行公司指责该航空公司垄断市场并限制消费者选择。Ryanair 为自己的立场辩护，称其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将退款传递给乘客。盖特兰希望看到法雷尔在二零二五年担任狮子队的工作。BBC。沃伦·加特兰已经认可安迪·法雷尔作为他的继任者，担任二零二五年英国和爱尔兰狮子队澳大利亚之行的总教练。 加特兰曾在二零一三年的澳大利亚之行、二零一七年的新西兰之行和二零二一年的南非之行中带领狮子队。他表示，法雷尔在爱尔兰做得非常出色，值得有机会领导狮子队。加特兰已经排除了自己参加二零二五年之行的可能性，但他愿意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新任总教练。加拿大和美国必须在国内推动关键矿产的开采和精炼，以确保清洁能源转型。美国特使表示。 加拿大《环球邮报》，美国驻加拿大大使大卫·科恩表示，加拿大和美国政府从化石燃料转向清洁能源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获得足够的关键矿物质供应来制造电动汽车电池。独家消息：挪威邮轮公司修改二零二四年行程，已跳过以色列。电子邮件，路透社，挪威邮轮控股公司 NCLH 取消了其二零二四年行程中以色列的停靠站。 原因是由于持续的以色列哈马斯战争，这些游轮将改为在意大利的特里埃斯特等城市停靠。前往以色列的旅行急剧下降，国际航空公司停止前往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等热门目的地的航班。十二月最好的假期预订，《英国独立报》英国独立报刊登了十二月六个旅行目的地的清单，包括法国阿尔卑斯山、兰萨罗特岛、萨默塞特。 阿尔加夫、马尔他和湖区。这些建议涵盖了滑雪假期，在兰萨罗特岛晒太阳，在萨莫塞特乡村租一间小屋，以及在阿尔加夫海岸上以葡萄牙风格庆祝圣诞节。所有价格仅包括住宿和交通或机票。贾斯汀·罗斯退出莱德杯队长竞选，我仍然想参加比赛。英国每日电讯。贾斯汀。 罗斯已经排除了在二零二五年接替卢克·唐纳德成为欧洲赛队的队长，为他的同胞让路。罗斯表示，他将很荣幸在未来的比赛中担任欧洲队的队长，但现在对他来说还为时过早。他补充说，唐纳德将是理想的选择，因为他沉稳的风度。罗斯是上个月击败美国的欧洲队的一员，唐纳德有望成为三十年来首位连任该职位的欧洲队队长。 罗斯认为，唐纳德在罗马的比赛中的表现是他将成为一位出色队长的迹象。这位四十三岁的球员表示，他还没有实现自己的所有目标，担任队长将对他的报复产生不利影响。你需要观看的十部电影，以了解今年最受欢迎的万圣节服装。雅虎。随着万圣节的临近，人们正在寻找二零二三年最受欢迎的电影角色服装。 万圣节服装灵感的前十部电影包括泰勒·斯威夫特、时代之旅、芭比、奥本海默、M3GAN、小美人鱼、伦菲尔德、蜘蛛侠、穿越蜘蛛宇宙、超级马里奥兄弟电影、尖叫六和可卡英雄。这些电影中的角色包括泰勒·斯威夫特、芭比、J· 罗伯特、奥本海默、一个人工智能的儿童玩具、美人鱼、吸血鬼、蜘蛛侠。 马里奥、幽灵面孔和一只熊，预计这些服装将成为今年万圣节的热门选择。明娜·杜宾写了一篇走红的文章，然后写了一本关于妈妈愤怒的书。以下是她如何与孩子们谈论这个话题。雅虎，妈妈的愤怒：现代母亲日常危机的作者明娜·杜宾带着她的两个孩子进行了一次全国巡回宣传。 以向他们展示他不仅仅是一个做饭的人，并帮助他们理解他的工作。在巡回宣传中，读者们看到他与孩子们的互动，感觉就像是对他作为母亲所受到的批评的放大版。但杜宾希望母亲们能从他的书中得出一个结论，即是时候将妈妈的愤怒这个话题公之于众了。欧洲旅游业在二零二二年完全从疫情中恢复。欧洲统计局、路透社根据欧洲统计局的数据。 欧洲联盟 （EU） 的旅游业几乎已经完全从 COVID 十九疫情的影响中恢复过来。二零二二年旅游住宿的夜晚达到了疫情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六。来自欧盟和非欧盟国家的国际客人在夜晚住宿方面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三，而国内旅行比二零二一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在二零二二年的夜晚住宿量最多，这三个国家占欧盟夜晚住宿总量的六成以上。 然而，不同国家之间的复苏情况存在差异。拉脱维亚和斯洛伐克面临着最大的差距。德国人在欧盟国家中占据了最大的国际游客份额，旅游住宿设施的数量也有所增加，比疫情前水平上升了百分之四。暴风雨西亚兰来袭，严重天气警报已发布。BBC，英国气象局在西亚兰风暴来临前发布了琥珀色天气警报。 预计这场风暴将给英国南部地区带来破坏性的大风和暴风海浪，以及可能导致进一步洪水问题的大雨。交通中断很可能发生，尤其是在英格兰西南部和威尔士西南部地区。人们被建议保持关注最新消息。预计西亚兰风暴将是英国十一月份记录的最低气压区域之一。风暴 Siren 向欧洲进发，对基础设施构成威胁。彭博社。 西欧正在为西亚兰风暴做准备，这是本季度迄今为止最严重的风暴。预计这场风暴将从周三到周五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带来飓风级的大风和暴雨。英国气象局已经发布了对英格兰南部的橙色警报，那里的非常强大的风可能对生命构成危险，并对电力线路、火车和航班造成破坏。预计这场风暴将影响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等城市。 可能导致树木倒塌和停电。该地区已经面临严重天气事件的影响，包括洪水和极端降雨。这些事件由于气候变化而变得越来越频繁。黑石将其在价值四十亿欧元的西班牙酒店连锁集团的股份出售给 GIC。金融时报：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 GIC 将从黑石集团手中收购西班牙酒店集团 Hotel Investment Partners h i p 百分之三十五的股份。 这笔交易将 Hape 的估值超过四十亿欧元，四十七亿美元，并为该公司提供资金以应对不断上升的借贷成本，以便扩大业务。Hape 在南欧购买酒店，并将其租给包括希尔顿和万豪在内的运营商。黑石于二零一七年收购了该公司，并推动其迅速扩张，将其酒店组合扩展到加那利群岛、巴利阿里群岛、意大利、希腊和葡萄牙的七十三家酒店。 捷兰航空公司称，惊人的延误导致亏损超出预期。彭博社，捷兰航空公司报告称，二零二二年第四季度的亏损超出预期，并预测本季度的亏损也将超出预期。该航空公司称，空中交通管制限制和行业内过剩的座位容量是导致亏损的因素之一。捷兰航空的首席财务官乌苏拉·赫利表示，空中交通管制和天气相关的延误程度令人震惊。 该航空公司的股价在公告后下跌了百分之六点七。倒塌，探索香槟的比利卡萨尔蒙酒窖。英国独立报，独立报参观了比利卡萨尔蒙酒庄位于马勒伊尔苏尔艾的香槟酒窖，距离埃佩尔奈仅有十分钟车程。比利卡萨尔蒙是为数不多的家族拥有和经营的大型酒庄之一。 该酒庄继续在一百多公顷的土地上种植葡萄，并从可靠的香槟种植者那里收购葡萄。所使用的葡萄来自布朗山脉的霞多丽葡萄、兰斯山脉的黑皮诺葡萄和马恩河谷的黑皮诺梅尼埃葡萄。酒庄的入门级干型香槟经过三十个月的酒糟陈酿，而年份香槟通常陈酿超过十年。独立报注意到这些葡萄酒中的额外复杂层次，赞扬它们的品质和享受。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系列新闻，包括对在假期事故中丧生的青少年的致敬，瑞安航空支付赔偿款，加特兰希望看到法雷尔担任狮子队的工作，加拿大和美国在关键矿产开采方面的合作，挪威邮轮公司修改行程，万圣节服装电影角色，明娜杜宾与孩子们谈论妈妈愤怒。 欧洲旅游业的复苏，西亚兰风暴的威胁，黑石将 h i t e 股份出售给 GIC，捷兰航空的延误导致亏损，以及比卡萨尔蒙酒庄的探索。我想先向在假期事故中丧生的青少年大卫、亚历山大致以最深切的哀悼，他的不幸离世让人感到非常心痛。我们要记住，生命是脆弱的，我们要珍惜每一天，为他的家人和朋友们祈福。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瑞安航空被判支付赔偿款的案件，这个案件引发了人们对航空公司和在线旅行代理商之间的关系的讨论。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我们经常使用在线旅行代理商来预订机票和度假套餐，但我们很少考虑到底是谁负责支付赔偿款。这个案件的判决对于航空公司和在线旅行代理商来说都是一个警示。 他们需要更加透明和负责任地处理消费者的权益。另一个有趣的新闻是，加特兰希望看到法雷尔担任狮子队的工作。加特兰对法雷尔的评价非常高，认为他在爱尔兰的工作非常出色，值得有机会领导狮子队。这表明加特兰对法雷尔的能力和领导才华非常有信心。我们期待着看到他在2025年的狮子队之行中的表现。此外， 加拿大和美国在关键矿产开采方面的合作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随着清洁能源转型的加速，对关键矿物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加拿大和美国必须在国内推动关键矿产的开采和精炼，以确保清洁能源转型的顺利进行。这将是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步。最后，我们谈到了比耶卡萨尔蒙酒庄的探索。 这个酒庄以生产优质的香槟而闻名，他们的葡萄种植和酿酒工艺都非常讲究。他们的葡萄酒被誉为额外复杂层次，品质和享受都非常出色。如果你对香槟有兴趣，不妨去探索一下这个酒庄，品尝一下他们的美酒。以上是今天的新闻总结，我希望你们都对这些新闻感到兴趣。 如果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尽力回答你们的问题。祝大家度过愉快的一天。你有什么样的想法？谢谢您的收看。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网址是六 o brief 点 com，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